失去来，天赠一身桀骜，披荆斩棘，何似那辛劳？正当豪横江湖，热血拳拳相报，但求怪剑招拆招，星河斗耍我渺渺，沧海拍岸听浪滔滔，红尘世界纷纷扰扰，仗剑不如有情同道。那官凡夫俗子，我尘归骄傲，不忙自甘问天有多高，天地容我随心所欲，早已趁年少，趁年少，从来侠客仗义，若风雨呼啸，凭决定之上，谁怕寂寥？偏要清风明月，与你入怀抱，俯瞰人间，我三步就笑。说什么啊！我打了半天才加50，到你这一下就扣我1000啊！这场比试是前期两位女主争相斗艳，男主崭露头角的重要剧情，贵方不可随意篡改。不是吧？原装货让洛冰河上是想推他上去送死，可是我还要抱洛冰河大腿啊！师尊，请贵方遵守设定。这不科学呀、啊！为什么堂堂主角的爽度要担负在别人身上？这第二场比试。我族上场者是我沈仙师，如果三场都由一个人杀，那就没有切磋的意义，不如您来为我挑选对手。哼，你也是怕我连霸三场？算了，反正我也没有斗志了。他的话你们都听到了，有谁愿意担此重任？这个开玩笑，这是真的吗？我弟子愿意一战。嗯，来了来了来了，高傲仙魔图当之无愧的第一女主终于出现了。苍竹山派第一美女谢书风大弟子，柳青歌之妹，洛宾河未来后宫之一柳明烟。哇、哦、果然名不虚传。守护师门，我们谢书风弟子义责无旁贷，还请沈师叔准与明烟上场。是谢书风的柳师妹，不许看他，只准看我。不错不错、嗯、沈师叔、就由你去吧。仙书风柳明烟请赐教。哦，既然你遮着脸，那我就不担心待会儿万一失手毁掉你的容貌。终于来了，沙华莲和柳明烟的宿命对决，我都忍不住开始有些小激动了。一边是狂野浪荡的魔教妖女，一边是冰清玉洁的圣道圣女，这两人的对战会撞出什么样的？他们这是在干嘛？这是在斗舞吗？难道不？你们都被表象所蒙蔽了，在外人看来，他们像是在跳舞，但实际上，他们是在相互试探对方的实力。怎么看出来的？你们仔细看清楚。虽然两个人相互没有直接的肢体接触，不过据我的观察，他们已经有意念活到第45招了。这就是一场兵不血刃的博弈啊。什么兵不血刃？这就是在强行干我啊。舞蹈是为了掩饰自身灵力的运转，同时伺机搅乱对方的气息和节律，而这正是两人比试的深不可测之处。哦，表面体迅飞狐飘忽若神，使得电光火石一瞬千里，胜负之决只在此心的动与不动之间。师兄知道的好多啊。说的我都信了，不过飞机大胆还真是会制造爽点。看着两大后宫之间的比武，真是让人越发嫉妒男主了。师尊怎么老是看着我？哎，洛冰河呀洛冰河，为师羡慕你啊。结束了吗？我刚一转头就结束了吗？竟然错过了最关键的一步。怎么会这样？弟子落败，犹如使命，请沈师叔责罚。
你有这份责任担当，于事不易，胜败乃常事，无需在意，日后赢回来便是。哎呀呀，不愧是得道高人，沈前辈的心胸果然不凡，只把败绩当作常事，晚辈着实佩服。还有一场才定胜负，沙姑娘待会儿再佩服也不迟。哼，这最后一场，天池长老看你的了。属下遵命。哇，好高啊！一丈不止吧？一只手臂的就叫独臂长老，武器是个大锤子的就叫天锤长老。向天打飞机，你写书也太省事了吧？就算是反派，敢不敢认真取个名字？先给仙山的各位提个醒，天锤长老的铠甲倒刺上可是涂满了剧毒，若是有谁不幸被刺中的话，是无药可解的哟。妖女，既然是公平比试，你们使用剧毒简直恬不知耻。就是，说的没错，你们魔族我可没有隐瞒这一点，若觉得不公平或是害怕中毒身亡，你们放弃比试直接认输不就不用比了？毕竟爱惜性命人之常情。哈哈哈哈，我以前是怎么会喜欢上这样的女主的，果然小说和真人是两码事啊。这决胜局沈前辈可要小心挑选了呢。不劳姑娘费心，沈某早有人选，而且沈某可以保证，无论是输是赢，此人都会是你命中的克星。哼，危言耸听，向来只有我克别人，还从未有人克我。先委屈你一下吧。骆冰河，你出来。哎，骆冰河，这个名字没听说过，哎，莫非是清净峰的天才新人吗？居然会被指名对阵这个看起来几百岁的魔族长老，这个洛冰河一定是你们师尊的得意弟子吧？这不要不要不要，阿洛会死的。师尊，派这小子，派洛师弟上场不太合适吧？我说让他上就让他上，你们对为师的决定有什么不满吗？婴儿，放开他。师妹。好了好了，后面搞事的人没了。师尊，弟子去了。去吧。哎，怎么感觉不到他的灵力呢？难道已经练到收发自如了吗？咱们就看他碾压魔族吧。清净峰，洛，在我面前报上名号，你怕是还没这分量。人怎么不见了？怎么只有天锤长老一个人呢？难道这小子躲掉了？不是的，你们看那边，他根本不是躲开的呀，他是被天锤长老带起来的气浪直接震飞了。师弟看来撑不住了。是啊，沈师叔为什么还要派他上场送死啊？你若不信，往他天灵盖上打一掌就知道了。啊，危险，去死吧。还是没用啊，根本不是对手，这样下去会出人命的。骨头还挺硬啊，小鬼。这才掉了两个时辰就受不了了，你这软骨头的病该好好治治。铁锤吗？哼，竟然还能站起来！啊，他为什么还要站起来？这也太惨了吧！弟子洛冰河，拜见师尊。我需要记住你的名字吗？不错呀，小鬼，报上你的名来吧。苍穹山派洛冰河。很好，等下我会把你的名字刻在锤上做纪念的。Hey.
挨打还行，打人就是蚊子叮呀！去死吧！小鬼，要怪就怪你自己的命不好。为止了吗？哎呀，算了吧，还是投降吧。洛宾河，你在干什么？只不过差了几百年功力，你就被打得跪地求饶了吗？师尊，骨头没全断的话，就给我重新站起来！我可是已经把修阳界的名号和整个苍穹派的尊严都压在你身上了。师尊，他是真的相信我能战胜差了几百年功力的魔族长老？等等。这个应该对你有用。天当降魔咒。那小子什么时候还学会了这招？这个是师尊专门给我的秘籍。抱歉，该还给我了。这小鬼竟然！山派魔族入侵之战一战成名，得到柳明烟、沙华林关注，主角爽度加五百。果然一扣就扣一千，一加只加五百吗？
属下无能，但求圣女责罚。魔族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沙姑娘，如果想要教训属下，尽管到别处去，穹顶峰可不是你们发威的地界。沈前辈说的是，灵儿只是看到您门下的青年才俊之后，又看见自己手下这般废物，心里太过失望，这才一时失控。前辈千万不要笑话，独臂长老与沈前辈对峙，输了是情理之中，我也无话可说。但你对付一个后生晚辈，却也落得如此败绩，该怎么办？不用我说了吧？师尊。师尊，师尊，你这手，你被刺中了。大惊小怪，又被坑了呀！都说了他急事不破，我干嘛还赶着救他呀？想不到堂堂沈清秋能与我陪葬，值了，值了！交出解药，否则我必让你先死。这位小公子，天锤长老的确没有骗你，这种毒对人来说确实无药可解，因为这就是魔族奇毒，无可解。无可解？星天打飞机，你敢不敢用心取个名字啊？沙姑娘是不是忘了，我已入境多年，金丹中期究竟还算不算凡人呢？是不是凡人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有个法子可以判定沈前辈到底有没有中毒。沈前辈请用右手使一记灵力暴击，就能见分晓了。试一试倒也无妨，只是沙姑娘，你今日到闹穹顶峰，沈某一直忍到荒残，不如我们对击一掌，定下生死之约，否则苍穹山派岂不让人以为这里是说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。生死无憾。